总统赖清德回本命区台南拜庙，一旁亦步亦趋，跟着的是有意参选下届台南市长的陈亭妃和林俊宪。两个都介绍，谁也不得罪，但台南政治本命区和新北家乡万里区，赖清德选了台南市。三头二公开，这个台，好，这个坦白，那台上华南的妇女为台湾之后。说要为台湾祈福，人在台南拜庙的赖总统家乡万里正饱受豪雨之苦。做感谢，做甲做忝，但是你来吼，心都袂忝啊。相较赖清德在南台湾忙拜庙，同时新北市长人在新北万里忙看灾，让蓝营立委质疑总统大小眼。如果说赖清德总统能够亲自来关心，并且协调跨部会来协助的话，我想乡亲们都能够感受到总统对家乡的关怀。台风环流，它低气压的影响，在金山万里造成灾情，所以我马白布一点点，没办法，我马还是看山。蓝委的质疑，总统听到了，而他也趁机向在野立委喊话。风灾过后，总统南下忙拜庙，与其祈求老天保佑，不如拿出实际行动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